你这算错了，我可不给你钱啊。那也是闺女。哎，你就不会说点吉利话吗？你是要我算命啊，还是说吉利话呀？晦气！哎，走啊！行嘞，来看看啊，请住香吗？啊，您请住香吗？看哪住啊？啊，有上等的高香吗？哦，这些都是啊，您不知道，您烧的是哪位神仙？啊。我是烧给远方失散多年的亲人，希望我们早日团聚。那可得要上好的高香。多谢，能让我看看吗？哦，那香都在屋里呢，进屋去看吧。啊，哎，李大姐。啊，哎，有啥事儿啊？哎，李大姐。你上次要的那个香灰你找着了。哎呦，牛脖子，你还挺上心的、啊。哎，哪里哪里。那就来一把吧。哎哎，小二来一把。哎，牛脖子，他是谁呀、啊、我怎么没见过呀？啊，他是我的一个新请的伙计。远房的亲戚。亲戚正肃反呢、啊。是亲戚也得去登记呀、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的。走，跟我去登个记吧，啊！走吧，快去吧。哎，别走啊，香还没看呢。我想去别人家看看。嗨，香哪家都一样啊，走进去看看吧，啊！哼，小少爷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改变了很多。都别动！不许动！放下枪！哎，放下！别过来！不许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救命啊！谁过来？要死的僵尸！快跑！别动！快走！都别过来！别动！别动！不要乱来！别乱来！别动！别过来！主公，那边是其他人，跟我走，走，老实点，不许动。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没站。别动！别过来！过来，我打死他！放下枪！去你的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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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！冯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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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冯城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放下枪！放下枪！放下枪！
于大夫，怎么样？大夫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。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改变了很多。果然是诺尔，我见到他了，真的是他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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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枪放下！别动！快动！快起来吧！这回他脱险了，可下一回呢？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雷启明他们还会去抓龙儿，我一定要找机会救他，一定要找机会。不错，他就是啊。牛伯子，你看清楚了？我看清楚了。雷长官，我以前没跟您说实话。牛伯子，看来你已经习惯给我们编故事了。这个人叫刘正，是中统的特务。重庆解放之后，他就一直潜伏在这儿。他根本就不是从台湾来的那个狼。牛伯子，我们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你编什么故事了，你可以把你编的故事带进你的坟墓里去，你彻底的没有机会了。不，我不能死，要是我死了，农儿怎么办？我必须让他们觉得我有利用价值，这样我就有机会救农儿。是谁？小少爷，就是狼。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？他叫张维农，字德辉，祖籍就是重庆的。过去他父亲是个军官，在重庆当过保安司令。张维农解放前就去了台湾，现在大概是30来岁吧，受训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在台湾的特务部门。张维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这个只有他知道了。快走。你们好，老师好。别贪玩啊！血狐狸
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叫钱孝义。他们的行动代号是死亡骑士。行动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啊，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不想说？如果你聪明的话，就告诉我。即便你不说，我们也一定会知道的。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。刘壮死了。维诺，你不能再在重庆待下去了，牛伯子应该都招了，我会想办法除掉他。当务之急是去接头，除掉牛伯子不重要。第二个接头地点肯定也不安全，牛伯子一定全招了。就算他招了，他也不知道辨别血狐狸的具体方法。他们第二个接头地点是在镇东茶社。维诺，重庆已经很不安全了，你还是上山吧，这里实在太危险了。危险？哪儿安全？山上就不危险了吗？唐七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可是共产党的天下。我这次之所以敢回来，就没想过什么安全不安全的。维诺，现在的情况……别说了，我是一定要留在重庆的。雪狐狸只有跟我接上头，才能获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权。我们之间共同协作，这是命令。牛伯子叛变了，雪狐狸不可能不知道现在发生的情况。他应该也上山了。别人我管不了，我只能要求我自己。不管最终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的这个环节。
能买到上好的药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钱孝义会拿出一个熊胆问：要不要？这是上等货。张维农辨认了熊胆是真的以后，就会说：可惜今天钱没有带够，但是我有一把上好的宝剑，不知道愿不愿意交换。这个时候钱孝义会问：剑有名吗？张维农回答：成功成人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厉害。现在敌进，那我们就退一退，先退到山里再说。先生，如果狼留在重庆，找不到你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他的悟性了。你为什么要叫张维农小少爷？真想不到上边这次派来的居然是小少爷。啊，我之所以叫他小少爷，是因为他父亲曾经当过重庆的保安司令，我在他父亲手下做事。维农是我从小带大的，他还有个哥哥，在一次意外中变成了傻子。张维农10岁时被送往上海，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。那个张父杀了不少贵党的人，啊，后来他也被贵党的地下人员给干掉了。张父死后，张母在一天夜里一把大火把自己家的张家大院给烧了，带着傻儿子不知去向。再后来我又回到了胡长官的部队，在一次战斗中我的腿被打坏了，在国军撤退之前上面叫我潜伏下来。我的任务除了做联络之外，就是定期的把一些情报写成信件送到成都后面的树林里，通知山里的潜伏人员台湾的人到了，叫他们听从调遣。那具体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来取情报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通知你的人是血狐狸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通知的。说说蝙蝠。蝙蝠我们只见过一面，还是在夜里，长得什么模样我也记不清楚了。他是钱孝义的老搭档，可是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找过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。你说你送给山里的情报是送给谁？他们藏在哪座山里？这些我不知道，他们也没有找过我。没有。
可是我们也有新的收获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已经知道敌人的第二个接头地点，就是镇东茶社。启明啊，这个牛跛子说的这个镇东茶社可信吗？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只有他说的话会让我们寻找出新的线索。之前牛跛子说的血狐狸与狼的一些情况都被证实是真的，也就是说牛跛子的话有一定的可信性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在镇东茶社设下埋伏。不过这次行动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处长，牛跛子要是再跟我们耍把戏怎么办？我想看看他还耍什么样的把戏。先生，这是您新的身份证。系秦皇汉武，略述文采，唐宗宋祖，稍逊冯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致使弯弓射大雕。毛泽东的气魄真是奇伟雄浑，了不得呀。老康啊，重庆真是个好地方。四五年毛来重庆谈判的时候，和李亚子互相赠诗，手书了《庆远春雪》，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，一时间朝野震惊，一片哗然。那时候的毛真是光芒四射呀。不过这都是过去了。用毛的话说，据王仪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启明啊，和敌人接头的具体时间我们还不清楚啊。所以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在镇东茶社严密布防，耐心等待他们的出现。因为血狐狸和狼并不认识，狼唯一识别血狐狸的一个方法就是血狐狸有一个特殊的身体动作。什么动作？这个并不清楚。这下可麻烦了。怎么样，我们已经下发到各个分局，将进行一次全市的大搜查。好，不过靠搜查是抓不住血狐狸和狼这种特务的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，给他们制造压力，使他们露出马脚。好好。唐金，最近和家栋联系了没有？没有。谁呀？公安局查户口的。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是建国小学的唐老师吗？是。哦，您家里如果来了外地人的话，请到派出所登记一下。我们家里没有来外人，要不你们进去看看。
啊，不了，我们还要去别人家呢。啊，打扰了啊。啊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慢走啊。差得越来越近了。看车啊，看车啊，到了您的。嗯，给你，慢走啊。
快成了你们剧团的台柱子了。哼，看来我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。梅农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耿家栋无论何时何地，我对党国忠贞不二。要是不相信你，我就不和你接头了。今天我们兄弟三个人聚在一起，不谈党国，不谈主义，就叙叙咱们兄弟的这份情谊。你们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，我敬你们。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刺杀中共的高级政要，这也是死亡骑士计划当中的一部分。唐七，你枪法好，家栋，你社会关系广泛，利用你们的特长寻找机会。机会应该有，在一般节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，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高级政要来观看和慰问，也许会有机会和家栋，利用你的社会关系，尽早弄清伙计。来碗茶。好嘞。要一个吧，这个不错，咱们要就要这个。哎，好吧，就要这个。你想这个还要点别的吗？你看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哎，要了吗？这个是给孩子买的，你就给便宜点吧。那我再加一点。好，启东，我们快走吧。不够啊，我们走吧，快走，走吧。哎，啊，这是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干嘛呀？
子荣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看见郑海了。郑海？你看错了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他看见咱们了吗？看见了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别怪我，啊，表弟啊，我也是职责所在啊。看看这白嫩的小脸，你不心疼我都心疼啊。跟我们合作吧，不然弟妹可有苦头吃了。表弟呀，你逞什么英雄呢？啊，把学生名单给我。我说表弟呀，你放着太平日子不过，你干嘛要趟这趟浑水？难道你们两个真想在黄泉路上做夫妻吗？快点把学生名单告诉我。说不说？不说是吗？喜东，喜东救我！喜东，喜东救我！喜东，喜东，喜东救我！不要，喜东！不要，不要！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我说，这就对了。喜东救我！喜东。